戦いを終わらせるのは戦いしかないのですか。まさにか、鬼武者3。現場を、信長を倒しんよ。平八、平八。决战的时刻已经近在咫尺，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快阻止时空转换机在巴黎幽暗的夜色里将邪恶扩散到每个时空。いよいよ決戦だね。阿尔已赶到埃菲尔铁塔的佐玛界会合，将十六世纪惨烈的战况告诉了三人。在埃菲尔铁塔的顶部，魔幻森兰丸邪恶地等着佐玛界的到来，一次生死之战在所难免。映衬在两人脚下的是巴黎市安详而璀璨的夜景。然而佐玛界并未能阻止森兰丸的垂死挣扎，在倒下的最后一刻，森兰丸还是启动了蓄势待发的时空转换机。やめろ。只要信长赶到指定位置，他的魔影就将布满整个时空。いよいよおいでになるぞ、上様方。上様。本能寺之战终于再度轮回。只是站在明智光秀眼前的已经不只有他最值得信赖的侄子佐玛介了。その方たち頼んだぞ。者ども、敵は本能寺にあり。行くぞ。冲锋的号角再度吹响，佐玛介和杰克这两个拯救人类和鬼族的希望，向着最后的敌人出发。本能寺的烈火现在烧得更旺了，从来没人能够彻底打倒的信长就在眼前，还有那个始终伴随其左右的森兰丸。敵は取ったぜ。行こう、信長はこの中だ。本能寺在继续燃烧，同样燃烧的还有站在魔王对面的两股怒火。来たか、先の柳生城へ、そして明智様之助、貴様らを倒さねば我が覇業は成就せぬ。死ね、鬼武者ども。サマノスケ、今度は貴様の番だ、ナムバンジ。魔王的力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虽然他用诡计将佐玛介重创昏厥，但在杰克的攻击面前，魔王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最后出人意料的，信长倒下了。大丈夫だ、心配いらない。一切似乎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刻，原本要迎接信长的时光转换光束映照在了杰克身上。ねじれ装置が動き出
虽然只有短短十天的时间，但两个来自不同国度和时空的勇士都明白，从此之后，对方的心中都将永久地留下一段难以名状的深厚友谊。行くんだ、ジャック。世話になった。楽しかったぜ。然而，魔王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サマノスケ！サマノスケ！佐马介无助地倒在了信长的刀下，而时空漩涡牢牢地阻隔了杰克，无情地将遗憾和痛苦连同杰克一起带回了2004年的法国。一阵眩晕之后，眼前的是熟悉的家乡，还有熟悉的亲人。安里，爸爸，安里，团聚的快乐是短暂的，共同的敌人还在500年前猖獗。杰克知道，所有的重任只能交给佐马介去处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佐马介和信长之间的宿命，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サマノスケ、勝つんだぞ。さらばだ、ルグム友よ。サマノスケ、アコ、さよなら、さよなら。然而，恶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会放弃他邪恶的本性。森兰丸要用自己的命换取亨利的命，换取敌手杰克的痛苦。但是鬼族的力量在与杰克取缔盟约的一刻挽救了亨利的生命。阿姨，爸爸，哦，天哪，爸爸，阿姨，啊！21世纪的法国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只是战国时代的日本是否能够结束幻魔的侵扰呢？重新回到本能寺的佐马介，再度站到了信长面前。重新回到了10天前两人对决的起点，再也没有什么外在因素可以扰乱两人的对决了。将两个时空的自我合并为一后，佐马介终于要以鬼舞者的形态同信长展开最后的决战。没有魔化的信长虽然不堪一击，但是他始终都有反扑的能力。面对鬼舞者形态的佐马介，信长知道不用尽全力是无法战胜对手的。在魔幻的空间里，宿敌间的厮杀足以震惊寰宇。
永远不可一世的信长终于倒在了鬼舞者的刀下，幻魔侵扰世界的时代终于即将结束。罗马界现在就要完成封印幻魔的最后一击。原来在没有幻魔的时代里，天空可以这么晴朗，草木可以如此碧绿，降服魔王的佐马界也在享受着从未有过的轻松。由于信长消失在本能寺的怒火之中，战国幕府时代再度掀起了新的篇章。然而勇士的使命是永远向前，接下来的日子里，佐马界还将去面对更多来自生活和旅途的人生考验。但是只要人类存在着，权力之争就没有尽头，邪恶就永远都有它滋生的土壤。上様亡き後はこの秀吉の天下。